轻人能够啊远离这样的一个不良的习惯，让我们年轻人啊能够活得英俊、潇洒、健康，而且哈、哦、也能够哈、哦、青春永驻。所以啊，爱漂亮，我们就是要远离毒品；好、哦，要健康，我们也是要远离啊毒品以及烟酒。好、哦，所以啊。我们哈、哦、希望我们啊年轻人啊哈、哦、都能够受到保护。我们不仅呢哈、哦、在这个暑假，这个暑假好、哦、有两个月的一个假期，我们提供啊年轻人很正常的一个啊休闲的啊一个娱乐的一个管道哈、哦。所以今天啊彰化县政府啊来举办啊暑假好样，少年好样。那今天团里面非常高兴能够追随我们县政府在现场，还有各位关心青年朋友健康休闲的先进的这个领导下，我们来开办今年暑假的所谓青少年活动。我想刚刚县长也特别提到，参加活动一定是有选择的，我们建议各位好好的去选择一个办活动有良好绩效的单位去慎选。第二个，那么非常重要的是要去了解每一个营队他去办的主题是什么，他所重要传达的信念有什么。所以在我们救国团办活动有一个概念叫做安全第一，效果为先。所以选择营队，选择活动，安全是最重要的。